阅兵精神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永远传承。才俊以后没回过家，也不知儿阅兵那天妈妈在电视上看见我没有。阅兵回来了，我想送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。618，阅兵对我来说曾是那么远，现在又这么近。我不敢跟妈妈开视频，我怕她看见我越来越黑的脸。注意排面，拼毅力，端住！苏文强，到！起家报告单批下来了，能回家了。还是那熟悉的味道，是家乡过年的味道。终于能见到妈妈了，这是我送给你最好的礼物。立正，正步走。是英雄，是好汉，新年场上见。向右看，海军方队走过来了。妈，回来了。我多呀，来。哎，妈，你辛苦了。